究竟是谁？你是朱一威的叛将？我谁都不是，只是一个已死的人而已。你是白雀，就别装什么三人九义了。若非走投无路，我不想成为出卖色相、引诱男人的白雀。可就算再多，我也能忍，因为我想活，我不想死。杀手动了情是大忌，行差踏错，就只有死。你在骗我，在利用我，让我毫无防备地相信什么同伴。假的，都是假的。来者何人？我乃朱一卫昔日左使人心。第一个，他死，你自然也不能独活。他是朱一卫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刺客。只要他一出手，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。我万万没有想到的，他竟然还活着。只有死人才能真正保守。任心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替他报仇。杀了他！你居然也来跟我作对？怎么，你想欺师灭祖？受死吧，朱一卫的奸人！就凭你？任心，此处已是绝境，你插翅难逃。我既然敢来，就不会怕。我是最好的杀手，没有人比我更知道什么时候动手最合适。恶能畏途，怎敢轻死？因为自先帝起，便只将朱一卫当作完全不需要耕作的贱奴。我们不是小杰，我们是活生生的人。忘不了过去，但也绝对不会回到过去。